老师，是，其实有我有很多朋友，包括我自己也害怕那种比较油类的保养品。如果你能够善加利用油的保养，只要它的成分是没有负担的，是天然的，你反而能够让皮肤变得油水平衡。江江 Dream 这个品牌，他们家的第一个明星商品平衡洁肤油，它挤出来的时候感觉上是像一般的按摩油。我就跟你讲说有那种 SPA 馆的味道，因为你知道有些的洁颜油会有一种油耗味，你用手在你的脸上面按贴，那个原本的油的感觉慢慢的好像那个油感消失，就是它那个厚度会变成水的感觉之后，你就可以用水把它们冲掉。它的乳化是光速级乳化，如果你是比较偏油性皮肤的人，你看它这组里面洗脸的慕斯，洗脸的泡泡，我喜欢用慕斯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可以比较深层到你的毛细孔。然后这组合里面还有保湿露，然后再加上一瓶小瓶的这个洁颜油。这边还有第二个，这个呢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，它就是极致活颜全效精华油，平常在家里就是拿它来很奢侈的按一下摩。然后呢还有这个他们的极致活颜水凝乳，还有它的这个净白精华，都建议你就是化妆水完先按摩油，你在刚洗完脸的时候油脂会被洗掉，你的皮肤会觉得我很多水了，可是我油没有，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只用水相的保养品的话，反而他会觉得我很饱了，我不要再吃了，这个时候先用油来按摩，它反而会让原本的水进到更深，然后让皮肤的表面呈现一个平衡。也就是说它除了是一瓶精华油之外，它也是一瓶前导精华油，买对适合自己的产品，它所送给你的也是你需要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周年庆最聪明的买法。那下次我们要再来开箱好